有这样一个既神秘又接地气的情报组织，它不仅上能拳打黄赌毒，下能筹备纯欲风春晚小组，它更是社区人形数据库，人民战争的顶级产物。它就是人送外号无情的举报机器，世界第五情报机构的国产最强特工朝阳群众，撤职即扫黄打非，遛狗买菜，反恐缉毒，甚至还能坚持跳广场舞的神奇组织，是中国名副其实的群众情报尖刀利器。它一年就能为国家传递210,000条情报，而它的资历却比老美的中情局更高，效率比前苏联的各国更高，苏联因为的军情六处都被完全碾压。可以说它一出手就不同凡响，一箭多雕。2022年9月的一天，一栋因为拆迁而荒废很久的大院子里，突然有大动静。附近的常群众发现大院子里原本安静了很久的一栋2层小楼，在最近时发出特别的噪音，并且还不时的有重量火车进出。他们立即赶到，事情不简单，把情报盘点，查个关系，警察叔叔一查，特别好玩，就看起来特别会讨厌的，这是科技的反派，结果连不想不想也讨厌，显然不想查这个讨厌的，而且我并且查群众变成了这个讨厌，原来是什么？原来是他们写出了自己的情报，结果来了个什么？他们就是这些人，真是他们的想法，为什么？他们拿到自己的情报，他们把老神经给扯掉了。而且当年时也服务出在朝阳群众发现，某一在未月夜间，特地有名的明星放了出去，可能违法了。王全安等多位明星也由此打出了朝阳群众的名头，刷新了国产特工的经验值。但你要是认为手撕名人勋贵就是他们业务的天花板了，那你就太小看这群国产特工了。毕竟能与科博和 CIA 相提并论的情报组织绝不是浪得虚名的。事实上，朝阳群众还真的和世界最强的国家情报组织硬刚过，而且还连锅端了他派出的情报人员。1974年1月23号，一篇苏联间谍的网记让朝阳群众大战科博的功绩闻名全国各地。当时中苏关系交恶，苏联专门出动了科博情报组织，秘密的 VPDU 的偷渡到苏联学习技术的李红书，并对他进行了为期2年半的情报训练，让其回国收集我国情报，破坏国家建设。1974年1月15日，北京朝阳区西坝河桥下，李红书正在和苏联间谍秘密接头，一边早已守株待兔多时的公安人员和朝阳群众从天而降。把正在传递情报的间谍抓得正着。之前朝阳群众为了避免打草惊蛇，给自己的狗狗专门喂了充满酒的馒头，让他们呼呼睡了过去，这为后面抓李红书和科格博密探提供了极大便利。而我国最终成功抓住间谍，也向苏联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：中国不是你能兴风作浪的地方。如果你认为朝阳群众只是生活在北京朝阳区的群众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实际上，他吓到小学生，上到百岁老人，就连道义有道的道友，只要他想成为朝阳群众，都能变身成正道的光。这就是连国际毒贩都不敢在中国冒险的原因，因为在这里，连入室盗窃的小偷偶然发现了制毒窝点，都会义无反顾的报警，然后果断选择极限一换一。2017年8月，四川省绵阳市一名小偷刚进入一户居民楼，准备在一间房子里行窃，但他打开房门一看，却发现里面什么贵重物品都没有，只是满屋子的塑料包装袋和一些不小心洒落在地板上的白色东西。这个见多识广的小偷立马意识到事情不简单，开始怀疑这里是毒贩窝藏点。虽说自己是个小偷，但小偷小摸自己能做，十恶不赦的事儿可千万不能沾呐。于是他立刻终止偷盗行为，扭头跑去派出所报案，希望能戴罪立功。之后，警方根据这位道友提供的线索，立马出动警力，顺势捣鬼两处制毒窝点，并抓捕23名涉毒罪犯。而这位道友因为在重大案件中有重大立功表现，再加上他及早停止的犯罪行为，被从轻发落，在派出所被保护性拘留了7天之后，他重返社会。记者，这样一位道友道的道友也是朝阳群众的一员，而朝阳群众人员范围之广，广西老司机也有话要说。在2014年4月11日一天，广西合浦发生一起抢劫事件，此时正在非法运摩的司机小裴亲眼目睹了事情经过，他挺身而出，先找到受害女子安慰她，让她尽量待在原地不要走，然后把目前他们似乎无处不在，无所不能。跳广场舞的大妈、小区门口下棋的大爷、马路指挥交通的交通员，似乎都是朝阳群众。而他们看似平凡，却立下了非凡的战功，仅一年就能给国家传递21万条情报。而与国外推崇的个人英雄主义不同，咱们的朝阳群众通常扎堆抱团，集体行动，闲时几个人聚在一起喝小酒、打打麻将，忙时社区里不见一个人影，但需要他们时会一秒变成超级大力士，联手拿下不法分子。而其中2014年6月新疆和田的一个事件，就足以表明朝阳群众的行事作风。在下午6点左右，三名持刀歹徒突然冲进了一家棋牌室，此时正在打麻将的群众丝毫不知危险来临。这三名歹徒也没有给这些人反应时间，举起凶器就一路扔开。但此时一位身形高大的大哥马上就要听牌大肆起了，而暴徒的来袭完全打懵了他。他在几秒钟懵逼后立马报喜，和现场群众一起与暴徒殴打了起来。这情况直到警察来后才停下来，也是任谁快要胡牌了，被打翻桌子谁都受不了。而这次袭击，两名暴徒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，最后一名歹徒也被拘留。另一边，群众也只是四人受伤，没有性命危险。可以说，朝阳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容忽视。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，他集结起来反抗外国侵略、谋求民族解放的7亿人民起义兵。在和平发展的今天，他建造了军民一心、众志成城的护国长城。而表现在奇妙的海洋上，他是中国渔民，中国渔民顺手打捞老美潜艇鱼雷，和外国军舰硬碰硬都不在话下，是真正的聚是一团火，散是满天星。而他们也因此被称作反间谍的克星。仅仅在最近6年时间，就有91位渔民因捕捞到各种硬货而受到国家各种嘉奖，获得了10万到上百万不等的奖励。这不仅为维护祖国安全做出了贡献，还比普通的打鱼工作光荣多了。而朝阳群众只是人民组织中的一部分而已，除了他，还有广州街坊、重庆老杨群工和上海阿姨等，遍及全国各地的民间组织，小到邻里纠纷的鸡毛小事，大到违法犯罪的黄赌毒大使，你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。特别的国家，整个地球就只有中国一个。现在网上有一种声音，人民战争就是把百姓当枪使，这是我听过的最诡辩的说辞。因为你哪怕了解一点历史常识，都说不出这种胡话。在抗战时期，随时可见八路军为了保护人民财产、保护人民群众安全，宁愿牺牲自己，也要骗后的世纪。就连那篇曾被逐出语文书的狼牙山五壮士，当时他们以身殉崖，也是为了安全转移上万百姓和掩护大部队撤退。那到底什么才是人民战争呢？他以爱自己的国家为前提，有着共同的伟大理想，在无数英雄人物的带领下，为之前赴后继、敢于斗争、不怕牺牲的正义之战。要问那是什么状态，那是人民高呼他万岁，他却高喊人民万岁。